好想逃，我被理科生包围，好可怕。那你帮我问一下李雪琴在哪儿，我想去找她。好的 ，OK。4077，你吃吧，我走了。好的，等会儿见，拜拜。哇，真的有点吓人。开始了。各位闯关者，你们好，谢谢你们接受邀请，来到十天之后回到现实。这里是主城蓝谷登陆区。从现在开始的十天，你们将远离社交网络，远离人群。在这个巨大的无人区域里，尽情探索，任意冒险。区域内所有的物品都可以自由取用，还有华为鸿蒙全场景产品将成为各位的超能助攻伙伴。在这里唯一的规则就是每天必须要闯过一个游戏关卡才能获得24小时的续住时间。游戏关卡会有体力、脑力、心理博弈和团队合作4种类型，而闯关失败就得淘汰离开。天哪，人生如闯关，过一关少一关。10天之后，当你们回到现实，希望你们可以获得无可比拟的勇气与智慧，去面对真正的生活和挑战。准备好了吗？顺便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游戏管理员，你们可以叫我 GM。 母港的关卡将在4小时后开启，祝你们好运。你慢点等他，我脚都疼空了。哎呀，我脚都快卷轮子里了。没有就别骑了呗，我骑就好了。你一个人骑也太心酸了。你现在特别像谁你知道吗？骆驼祥子。哇，我一次呗。三傻还能赶上骑吗？哎，太慢了。一起吗？我们站最前面，走。那是放在第二个吧。来，就我们这个。放哪儿啊？放那儿。这样放着。这样，我们去边上看一看。哇，这种是迷幻那种悬疑类的感觉啊。嗯，下面有东西，箱子看一下，能打开不？2个3位密码。各位闯关者你们好，现在我们正式开启关卡，闯关成功，你们就能获得在这个世界24小时的续住时间。欢迎来到合作类关卡，信号48，难度等级5。信号48。接下来你们需要根据屏幕上的数字提示，解除密码箱的密码来获得闯关道具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带本的人记一下。首先看这是什么东西。110110110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不是按性别啊？一代表什么？这个零代表那个？有可能啊。16个人嘛，对吧？那就是我们有6个女孩吗？那零就代表女孩啊。我们按照那个排位站，再给提示，要试试看吗？这样啊，我们去边上看一看啊。一二，这是几来着？哪个是几？这二进制是几？这二转换成二进制吗？我算一下吧。啊，这就是他的密码啊，应该。正好他是2个2进制的数字。那这个是几啊？我们的这个程序员朋友们。37、24、24这样。左边是165，
哇塞，可以。对，这就是两个。二进制来，右下面的，下面是什么？一二四八十六二十十一二二幺九。哇哇！来了，好了。啊，好了。啊。哦，对角，哦，对，打开了哦，二幺九，怎么打的？跟那个詹妹一点关系没有吗？没有。觉得咱们好好笑啊，刚刚，真可笑啊！游戏现在开始，你们只有根据屏幕上给出的数字提示，破解电话铃声背后的规律，游戏才会结束。请注意，屏幕上给出的数字每隔五分钟会更换。游戏结束时，所有留在场上的闯关者闯关成功。等一下，等，安静一下，是不是有电话在响？安静一下，是不是有电话在响？有时间限制，上面找电话，找电话，去找电话，拿着这个对讲。石老板、罗罗，你们几个数学好的留在这儿，然后我们去找电话。电话怎么样？去找电话，我去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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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。啊！啊！你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叫你跑了吗？我从四楼再往下跑呀。要下楼吗？现在？快快跑两步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跑起来！我走到了负一层，然后我在走上去的时候可能时间就已经不够了。超级狡猾闯关失败，淘汰。啊，把他淘汰太可惜了。现在不是说我们对不对，他就不进来就淘汰。对，最后到毒虫不到这就输了。哇塞，真淘汰啊！那一下子，在高层的人都挺慌的。我们可以尝试的次数可能是有限的。去七楼跟八楼的人面临的淘汰的风险是很大的。下一轮开启。来了又来了，走吧。哎，我去八楼，我就我一个人，好吧，我能跑，我先上去。高层要坐电梯的快。我去吧，我去吧，我跟你去吧。那我们俩去骑，咱俩骑，咱俩骑。我想上去看一下，庞博老师，你和你们俩再报，你们俩再报。我去五楼吧。五楼的上一下，三楼的已经放了。这纯体力，体力跟团队是主要团队。一整个月爬楼梯量也就没这么多。只有你那袋儿可以找个地方放一下，好吧？
吧，快快走两步，你把那袋儿一会儿放在那个绿色那地方。好。扭到了是吗？扭到。你咋了？崴了。脚扭了一下，跳下来扭到了。跳。你跑下来的。啊。先把鞋带穿上。其实自己选七层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过被淘汰。我特别认真，我全力奔跑，生怕时间不够。要闯关失败，淘汰。宋飞，加油，兄弟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闯关通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！耶！在推理和计算本身，它的难度就是大家的合作，如何不出错，保证就十几个人最后是像一个人一样在写。一瞬间，我觉得其实还挺团结的，大家都为了能通关，竭尽全力的楼上楼下这么奔跑，我觉得那一瞬间是挺激动的。活二十四小时可以，加了二十四小时。不会吧？说我跟荣耀解除好友关系啊？就他们是真淘汰了吗？他给我发了个短信，他说加油兄弟，别被淘汰了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是真的淘汰吗？有没有复活？然后下一秒就解除了好友关系。所以是真的淘汰吗？有任务了吧？心理难度等级5，脑力难度等级7。矿井博物馆在哪儿？我们来了，下来了。走走走，来了就走。走吧。我是一个代驾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灵手环。对的。来，换气给你。谢谢你。给你，行。谢谢大哥。我都可以。我想要十号。我想要十号。各位闯关者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来到难度等级为5的心理关卡——苏格拉底的苹果。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苹果博物馆，这里展示着各种大小不一的苹果。游戏开始后，请你们按照自己对应的序号，根据数字从小到大依次进入博物馆。
每人需从所有苹果中选择两个你认为体积最大的苹果，在拿取完自己的两个苹果前，只可以往前走，不可以往回退，否则视为违规，直接闯关失败。请注意，一旦苹果从展台拿下，即为选定，不可更改。选定两个苹果，拿下就选定了。对，不拿的话我就还可以走，但不能往回走。不能往回走。对，麦田里选最大的麦子。对，就有可能就你前面的碰到的其实已经算大了，但是你没拿，然后你越走进去它可能会越小，但是也有可能会越大，就看自己贪不贪了吧。已经最小的两位闯关者，所以我们要盘它可能摆放的可能性了，就是最小的到底在前段，在中段，还是在后段？这个游戏有很多种展台，对，很多种，对，很多种。我觉得我还挺简单的，因为我拿了十号，调最大最大的就可以了，我不用考虑任何人的苹果大小。靠前才划算啊！很多人都拿了，我们只能拿剩下的，我九号。但是你们可以参考我们拿的，对吧？对，但你也有可能大都拿走了。对啊，有可能大都拿走了，也有风险了。其实可以，我是可以销毁任何比我大的苹果的。啊，是啊，我只要后面看到比我大就给它摔掉，我是100%我就赢了的。九号、十号的被淘汰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进场的序号太重要了，你越后面进去就越容易被淘汰了。但是你不知道里边有多少个苹果。游戏马上开始。游戏开始。各凭良心了，这都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富贵在天。请一号闯关者入场。啊，最后有一个大的。我来啦。这么快？多吗？里面？一大圈全是苹果。哇，这个好大！哇，这个大，就像一个果爹。这个大。有的选这种算大的，有拿到这种类型的就没问题了，这种算小的，还有比这种更小的，这种属于是分五档，这属于是第四档。气得我脑子就嗡一下。嘉豪这个人就非常的耿直，一进去所有人都听到了，所以八号角会比较危险。我就这么说吧，这种苹果也就四五个。对，应该可能就三四个这个类型的。请二号闯关者入场。大苹果就那么几个，后面几个人就是没了。谁十号啊？啊！我在展台上做了标记，我写了一二三的展台是大苹果，你可以选择拿一二三中的一个或两个。然后最后的一个，那有一个爹味儿很重的苹果，很大。我犹豫了，我没有等到那个苹果。你可以选择拿它或者不拿它。基本都不用清了，因为他们前面一定都拿完了。对，没有用的，不要分析了。你分析完这一波，后面人怎么拿？哎，能不能第四个进去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完整的苹果？那我出来跟大家说，大家把他打一顿。出来之后肚子这么大。你不是拿了最后一个吧？你拿最后一个了吗？这是最后一个。那你还好，相信我们最后是个大的。你要觉得我们是骗你，最后都不敢到最后。第二天也不至于骗我吧？那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还能出来不？感觉石老师在里边选了十年，种上苹果了，搁里头。怎么林哥也去了这么久？没准儿这小刀小叉的，我们听听。给你们切开，擦擦擦，擦咔咔。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换。可以啊，我可以给你换，可以。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应该两个苹果都较大。但是问题是，无论如何一定会淘汰两个人。所以这种道德压力，在我心中我做不了这种事情。我好了。吃的苹果出来了，我觉得现在雨麦苹果没有绝对的大。你把自己那个大台切了，
对，我觉得公平一点。你自己切了一个下来。对。切得那么整齐。那等这整体扫描看它一个总的一个是吧，大的都不要了，完咱们都拿小的。对。没有绝对大小了，现在他把里面很多都切了。就这样了。拿了。出来了。哎，拿出来了。这是你切的那个。对。果然拿切了的都是大了的。对。请九号闯关者入场。我怎么又听到了切的声音了？他还切什么呢？他只会给我制造难度，但他干什么呀？对，他说他想拼装，刚才说他要拼装，拼装个大苹果，超级大苹果出来。来还你。你的苹果呢？啊？你衣服上都有水渍。对，我切苹果了，去吧。那你苹果呢？苹果呢？啊？苹果呢？苹果不要了，全吃了。啊？你是拼那个苹果榫卯结构出来？就这几个啊？不要了。还有这个不错，我看没人拿过这个颜色的，没有人拿过这个品种。一会儿还有更大的梅。神经，谁切了个爱心？这个是大的，不是的。我看没有人选过这个品种，最后一名留给我选择的空间不多。谁拿了两个大的？我有两个大的。拿你最小的跟我最大的比比呢？我一定比你的大。他肯定比你的大。你跟他结盟的话，你可以跟他换苹果。换一个吧。我没什么可以给我。那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？如果你被淘汰了之后，你现在手里是有包的，对吧？啊。如果你现在肯定淘汰不了了，你好这个。如果你在下一轮淘汰或者下下轮淘汰了，把豆留给你。对，如果你能把豆给别人，你把豆给我。啊。可以吗？行。可以，对。换不换？算了，不想换了。嗯，你想的是我自己挑的苹果，不换了。你确定吗？不换了。你确定吗？嗯，我还是要自己挑的苹果。行，都行。摇头是什么意思？摇的。不要好不好，其实切好的我觉得都大差不差，我们现在也大差不差，我们现在几个也大差不差，有一些苹果看起来就差了很多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哇，这个好高级啊。请闯关者按照序号依次上前，请一号闯关者上前扫描苹果，选定一个苹果放置于扫描仪的中心位置进行匹机扫描。每人只有一次机会，必须扫描的是一个完整物体。请将扫描仪上的苹果上下翻转。哇，好高级啊，真的。扫描结束，请取走苹果并等待结果。597233，请下一位闯关者上前扫描苹果。
来，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。期待，期待。节目组，你们说清楚到底行不行？你不行，我就随便拿一个上去了。没说就行，放吧。放吧，放吧，也没让你，没说不行就行呗。好忐忑。可以扫。请下一位闯关者上前扫描苹果。这个苹果是最漂亮的。美丽很危险哦。愚蠢也很危险哦。扫描结束，接下来公布排名榜单。根据最终体积排名，本场游戏闯关者八号和闯关者十号闯关失败。你那个怎么会比我这个还小呢？你刚刚那个出来不是比较大吗？我俩走呗，走了，拜拜吧。走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